你不是不紧张吗？哎，你说等一下跟他们聊什么？有没有比你大的朋友？我们中午吃什么？吃外卖会不会不太好呀？要不我们先演练一下，等一下叫你什么好呢？老公啊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其实叫叫你。你男朋友开车不方便，你喂他吃。不用。是不是感觉梅子都甜了？什么梅子甜？是我们木木甜。到底怎么了？赖在那边啊。金导给消息说，后续的工作可能就不考虑我们了。啊！而且我听说呀，咱们那个策划案呢，他们连看都没看。为什么？谁告诉你我们分手了？那个宣传东西只分新旧，人只分我女朋友和其他人。我真是想不通。那家公司是救过他的命吗？让他那么死心塌地的。那赵主管都已经指着他的脑袋骂了，他都不知道反击。你是自由工作者，你不知道找一份。